拼起来，然后可以做好几十个。然后去年的时候我们还参与了这个成功宴的一个世界级艺术世界纪录。今天也好吧，欢迎来吃我的实验。哈哈哈，可以耶。你还围着这个吗？我把新娘子叫过来。我们两盏害羞我不出来。你的新娘子一个人从小弄堂，他跟你说实验，你到这里都没吃。我们现在来喝这个酒，我们喝是苦的，秀长喝就是甜的，甜的，喜悦的，这是幸福的味道。现在有多甜，现在有多美，回去酒不醉人，人就醉了。我跟你说，你回去就有多惨了。你现在是甜的，回去你就不就是苦的。我们回去就是甜的，你回去就是苦的。来喝猪了，来干杯，猪猪，干猪，干猪，对，干猪。嗯嗯。嗯好喝了，好啊！是不是用高汤炖的？对，应该是。它是鸭粥，好香啊！烟熏鱼炒起来，你喜欢吃这个好东西啊，真的是。嗯，肯定很棒。干杯！干杯！Oh my god.